今天节目有邀请到一位同修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学佛经历，那我们有请蔡师兄。蔡师兄您好。你好。蔡师兄问一下，你修学心灵法门有多久了？五六年。那你有参加过师父的法会吗？有四五场。那师父在法会当中有收弟子，那你有拜师了吗？哦，有，我在2019新加坡拜师。拜师啊，其实有什么资格吗？拜师有什么资格？许愿、念经、放生，一门精进。那听说啊，这个网络上啊，传闻说拜师要花很多钱，那你在拜师的部分，有花到钱吗？没有，就住宿跟飞机票钱是自己要花的。那其他什么法会入场啊？结缘法宝啊，还有三餐，那一些都是免费提供的。哦，就是法会现场就会免费结缘法宝这些东西，包括餐点也是大会结缘的。对，就是义工发心自己出来做啊，捐功德款的，所以这些都是十方众生的钱财，我们。拜师的弟子通说不用花钱。那问一下蔡师兄，你是怎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来接触到心灵法门的？什么机缘哦？那时候大概在2015年，那时候当时在澳大利亚，然后后来听我大嫂说，妈妈中风了，然后当时签证剩半年。然后后来哥哥也不让我们回来台湾，就回来没有意义，也不在澳洲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签证快到了，那也不如说留在澳工打工，我平常的那边继续赚钱，你回来也是你也不能帮什么忙。于是那时候就很难过，那时候我觉得说怎么妈妈会突然中风。所以后来是等签证完的时候才回来台湾，这样。对啊，大概2015回来台湾这样。妈妈后来怎么样？我爸爸就带我去那个新北的康医院。然后后来就去见妈妈。然后那时候抱一个很坎坷的心，就是终于要见到那个妈妈。对，然后当我见到她的时候，就是。躺在病床上嘛，就是插管，插鼻胃管啊、喉管那些啊。我看着妈妈躺在那边，我觉得，人生很无常，就是说长那么大了，我终于赚一点钱了，想要孝顺妈妈的时候，就是却没有机会，她一躺在床上了，因为之前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情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觉得说。我在澳洲赚那么多钱，那回来就是也不能帮妈妈干嘛，觉得心里面很惭愧这样子，就是很愧疚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可以搞得，因为是我之前还有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对，然后就是说，比如说呢，比如说呢，比如说，使用违禁品啊，那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嘛，那时候21岁刚退，然后那时候交往一个4年的女朋友，那时候刚退伍，她就怀孕了，那她怀孕之后呢，就是因为那时候工作不稳定嘛，家里面又没有钱，就是有20年的房贷，家里面的。兄弟一起分担讲，那时候想说不要给家里面压力，就也没跟家里面讲，然后我们两个讨论的处理，两个礼拜之后就同意说把它流产掉这样子，然后流产掉没半年之后呢，就是感情都淡了嘛，然后他也后来就。我就慢慢放手，他就劈腿分手，跟别的男人走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就是生了一个很大的
真心报复心，说觉得这个社会是很现实，哦、是心里非常的对不好对，想要去做报复这样子。对、嗯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喝酒啊，食用违禁品啊、这样子啊。那蔡师兄，你后来是怎么戒掉违禁品的？哦，当时在台东戒完违禁品之后呢，那个毒品的残留一直留在我的脑子跟身体。那时候就是人都傻傻的呀，然后事隔大概8年10年之后，碰到心灵法门，后来一直学佛念经之后，然后过后1年多吧，有一次在宿卫梦中梦见一个老人的脸，老人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就醒了，老人没有跟你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模糊看到一个老人脸，后来我就醒来了，醒来之后我就摸我的脸，怎么有一颗痘痘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马上跑去厕所看，是一颗白色如绿豆花生豆一样这么大，那么大颗哦，对，然后还有摸我的胸口啊，然后还有后脑勺，就是用白色的痘痘开出来，然后感觉是那个毒品的残渣，然后透过念经之后，我还想，因为那时候我念经念的清晨，然后心里面是很黑暗的，是不是？然后后来念经念到之后，就是把那种黑气都是念掉了，念掉了，然后那时候才排出这些东西。然后后来我隔天去观音堂礼佛的时候，才惊觉那是南京菩萨的加持。就梦里就是才到观音堂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才知道，就是南京菩萨。对，那时候应该是南京菩萨加持，然后我之后就很虔诚的在观音堂礼拜做义工，要报佛这样。因为我觉得命就是菩萨救的，不然我不可能活到现在。南京菩萨加持。所以感恩。对。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对，那你那时候，你说你阿公过世过后就把违禁品戒掉了。哦，对啊。用了多久？就马上就？有，我戒掉，哇，超级痛苦。戒掉三个违禁品，痛苦。戒掉多久？时间记忆我已经很混淆，我是记不住了。还有3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台东戒掉，就是自己有一句话，就是斩草除根啊，不然春风吹又生啊，就是把一些电话啊、朋友啊全部断绝啊，就是然后也自己也搬去台东，就是断掉所有的管道，回家的路上啊，然后捡到一本《福德正神经经》。福德正神经经，对，那时候在家里地下室，地下室捡到的、哦，捡到的。那时候布满了灰尘。然后后来那时候，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，捡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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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这样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这假的，我就另外一种声音来跟我讲说，这假不可能这样。不过还是很懒的弯腰下去捡这样。我捡起来，然后翻一翻，都是注音的国字，我看得懂，看得懂，然后就边走边看，可以，我就看回家看，然后从里面我是了解到一些杀生啊，因果啊，一些因果问题啦，就是，后来我就念的没多久之后，就一直上网滑手机，然后又看到那个心灵法门卢俊宏台长的。弘法视频，网络上看到法会视频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说，我看着看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觉得真的假的哟，这么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师父用的妙法，对，然后后来就一直看，然后有听到说他可以救治重症病患，对，然后后来。就想到觉得妈妈有救的这样子，脑子突然想到妈妈有救的这样子，然后去试探看这样，
后来大概看了两三个月后吧，上网去查心灵法门的地址，然后去就是在 YouTube 看到的，FB 上去查的，然后那个我就去私讯问，然后不晓得是哪一国的国家的师兄就跟我说去台北观音堂这样，然后去台北观音堂之后就去结缘初学者的法宝，然后念经法宝，对，他说我跟他说妈妈是重症病患，然后我想说结缘念经法宝，然后那边的师兄也很热情的教我怎么念经，写小房子，然后我不用讲什么，他就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，然后就给我了很多教学的法宝，然后我回去念这样子，然后说如果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电话再询问。哦，就很亲切。对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各忙各的事务了，他们都是无偿的在观音堂做义工。刚开始结缘金树维家念的时候，念得很虔诚。那时候我梦到我在一个天空，在一个地方，它是一片石海，然后那时候天色是很昏暗的，然后没有太阳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我就感觉我人怎么会站在这边？然后我突然听到后面有两声咕咕的声音，船吗？哦，对，然后我就回头看，看到一艘很大的船，然后船好像要开了，我要赶快往船上跑，一直跑上楼梯这样子，然后啊，后来就掉下一根这么粗的绳子吧，绳索，我就爬着那个绳子就一直往上爬，一直爬，后来就醒了，醒来之后我满身都是汗，他说是那个白天，我看一下时钟，早上九点多。哇，这个梦也太真实，很真实的梦。对，师兄，像你的人生啊，经历这么多大风大浪，其实你的经历可以给像你相关经验的年轻人有很大的鼓励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做分享？我觉得像我这一种已经要死的人，都可以靠过佛法，来改变自己。以前就是自己也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对，都可以改变自己。那我觉得不要走错路吧，走对方向的话，我觉得佛法是可以改变一个人，跟教育一个人，对，改变命运。对，所以你就是一个通过学佛来改变自己的人生，对，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也是妈妈的机缘，我才有机会碰到。对，有的人就会这样子，就是要经过了一些苦难，我们说苦难啊，或者是人生的一个转折，才会感受到，佛法的珍贵。这样，其实像现在社会环境里啊，就有很多诱惑嘛，接触佛法啊，其实可以导致我们的一些行为思想啊，对我们的这个社会未来啊。的环境啊，都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所以呢，学佛不只是老年人，那年轻人呢，像我们年轻人也都可以多接触听闻佛法。好，那这边再是感谢我们的蔡师兄的分享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心灵法门的资讯，那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呢来跟我们联系的。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一边，感恩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